一代宗師葉敏師傅的徒弟徒孫，各自是設立一些門派去做這些表演出來的、大家看到呢，不同的門派是有少少不同的出入的、大家欣賞。我第一次不透過，好像人家換了個膝頭喎。你知道嗰個一條接通咁嘅。Thank you.